撤离我别无选择。好，不要再放纵我，我需要你照亮。从来没有任何人能治愈我的心，好久没有你回应没你声音，难道你要我在人海茫茫中游？好久没有那么疯，没那么多星星，想你每一秒的你却不如的思念。好久没你回应没你声音，难道你要我在人海茫茫中大声地说
除了带音乐来，还带了一些小礼物。带一下，带一下再送好不好？还是先送。今天准备了一些，我们第一张专辑刚才听到的歌呢。都是第一张专辑的作品，一首是《除了你我别无选择》，就是刚唱的第一首，好听吧？然后刚才那一首呢是《最后的请求》，也是第一张专辑的歌。好，接下来呢唱一首我们翻唱专辑的歌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个翻唱专辑。
叫做《Replay》。你的负担，只是永远。
呀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呢、啊。哎，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我不应该把钢琴推走的，但是已经推走就算了。今天最后一天了，每天都来的人有吗？这个资讯不是很可靠。为了你来的。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狮子合唱团没有贝斯手吗？有。好像不是很关心这件事情。没有贝斯手啊，就是还没有正式的贝斯手以前，我们两个 guitar 都是贝斯手，我们的专辑的贝斯都是他们录的，然后有一些歌啊，像 Music Fighter 啊，还有你和我的第一张专辑歌，我们都是那个小强 Life 都会弹贝斯，但是呢，最近呢有一个计划，就是说希望在我们下一张新的专辑发行的时候。希望我们的团员可以正式的，就是完全的到齐，到时候就有新的伙伴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小强，哎，小强声有听到吗？没有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喂，你好吗？小强本人是比较容易爆粗口，所以外面都把他的声音录掉。对，那这件事我都没有跟团员商量，就是我没有跟他们说那个贝斯手的事情，因为他们一直心中一直觉得他们的贝斯是弹得最好的。哪有？对，然后但是我们都很期待就是新的团员加入，因为我们就是做事稍微比较小心一点点，就不希望一个团体呢组合起来之后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再见了，所以我们就是不管是在就是个性上面，还有那个技术上面，还有各方面都希望都是很契合很好的结合，所以要很小心的选择。哎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一个开一个节目？你们觉得？就是那个节目呢，就是来帮狮子合唱团寻找贝斯手，怎么样？哎，有没有人要报名？现场有没有人爱弹贝斯？有没有贝斯手？现场来见一下。耶，我就不用弹贝斯了。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要冲上来，不要冲上来。对，但是我是真的有这个计划，就是不是说开节目了。就是说，希望可以用各种方法，可以找到我们最后一个一员，也不一定是最后一员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的歌很多要钢琴，可是我又不想一直坐在钢琴上面，不然人都会看到我一直坐着，所以我或许再找一个 piano 啊，太多了。DQ 也会弹钢琴，小强也会弹钢琴，就阿菊不会弹而已。阿菊刚才的 solo 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怎么有这一段？我们要不要听 DQ solo？ 好。给 DQ solo 一小段好不好？
歌好像我们要再见了一样，但时间因为刚才他们告诉我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说我不能再说话跟那个唱，就说话，我直接唱歌好不好？不是最后一首。
我们同怎么讲，跟我们团名一样的一首歌，也是第一首主打 Lion。
我们不说话了。Don't break my heart.也许是我不懂你是太多，也许是我的错，也许以前一时慢慢的错过，也许不必再说。